冷榨椰子油，这个一开是华人开的。老板，这个冷榨椰子油是吃的还是什么？什么？这个是吃的吗？这个冷榨椰子油啊？这个叫做椰油啊。你看你来看，你会做这个锅油。哎，老板，有没有小瓶的精油卖？什么？精油有没有？精油的呀。就是做按摩的精油有没有？这个也按摩吗？这个油也按摩吗？不是，我要那种小瓶的有没有？没有的。没有吗？这个也是也有那个拿来按摩也可以的。来那个马扎啊，马扎拿来马扎。嗯，这个多少钱一瓶？这个小的，这个泰国的钱90块，这个190，这个290，这个500。哦。那他拿来按摩也可以的，拿来用。马扎。你看马来西亚来吗？没有。不是啊。不是。英文的也有吗？这个英文的。这里可我可以看啊，我可以看。